迄今为止，你的所有都是朕赐予的。你想保护谁？你能保护谁？你给的，我全部都会。 还没到重阳呢，出去。 我知道，殿下没有睡，是钦爱。殿下这样是没有用的，以后还请爱惜自己吧。殿下这样也是没有用的。 给姐姐安排好了住处，就在。吴大王，说好的，妾不会留下。可你看我三哥，多可怜。关我何事？
可姐姐今晚不还是来了吗？是武大王说皇太子殿下这样受了池鱼之殃的。是姐姐真的是为我来的吗？武大王恩德且铭记。那姐姐怎么就是不肯助我的客室，两度留居在外？既然不是为了我，妾先告辞了。就算不是为了我三哥，姐姐就算是为了自己留下的，行吗？重阳那天，陛下会来迁居，前御史铸成的冤案。是重阳，还是嘉一伯？真赶不回来吗？你怎么没走？这几天城门都关了，出不去。那你住在哪儿？故人家里，是男子。什么故人啊？不是说我想去哪里都行吗？是啊，都行。那等城门开了之后，你再走吗？想走的时候，自然就走了。反正也不是工人了。不吃。
在保罗。